你好，帅哥你好，一来了啊，对对对，给我搞块钱的红薯粉，价格都没变啊，要不要加点土豆喽？我这单独搞一块钱的土豆吧，现在变成这种纸杯子了，嗯，就是这种杯子，嗯，还是这么香啊，多给点汤，好，帮你打一块钱的土豆哈，嗯，对。 一块钱的狼牙土豆和一块钱的红薯粉也好好吃，长沙的小学门口究竟能有多少好吃的？姐，这里面是些什么东西啊？这火鸡面是米粉，这是米粉。怎么卖的嘞？两块三块五号。可以三拼吗？可以三拼是吧？两块钱可以三拼吗？可以三拼。好，那给我批个两块钱的。那可不得把那两块钱三拼。尝一下味道。嗯，这是缘分。忘了。 两块钱的粉面三拼，分量真的很足。长沙的小学门口究竟能有多少好吃的？那这个怎么卖的呀？那个三块的、五块的都有，三块以上都可以。那给我来个三块的。然后这鸡腿怎么卖的？炸鸡腿。炸鸡腿五块钱两个的，五块钱一个的都有。给我来个大的，大的是五块钱一个是吧？对对对对。这里的嘞，这里怎么卖的呀？那里鸡啊，就是两块呀，那这种就是三块呀。 那给我来一串里脊，还有淀粉肠吗？一根肠，一个里脊肉。还有别的吗？还有什么别的呀？那土豆怎么卖的嘞？土豆小份的三块，大份的五块，是招牌。也来个小份的，是招牌是吧？就是平时学生吃的最多的。对对对，你在这排队，你一看就晓得了。还可以买饮料吗？单买的吗？可以，小杯的两块三块，五个都可以。给我来个小杯的可乐。要一点点辣椒粉就够了。往上一下多少钱啊？ 12块钱买了这么多，真无敌了。Cổng trường tiểu học ở Trường Sa rốt cuộc có thể có bao nhiêu món ngon? I don't ever slow up, no I don't take shit.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.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, I'll always show up.